你还到天边海迷醉，黄总说来越好玩，越来越好玩，赵总越来越好玩，台湾最好玩。OK， 今天我们来到了基隆的庙口夜市。为什么要来这里呢？因为最近有一则新闻，在英国的一个知名的时尚国际杂志《泰勒》杂志当中呢，基隆庙口夜市被票选为世界20大市集里面的第三名，名列第三哦。前面几名都是什么泰国水上市场啊、西雅图的派克市场，还有东京的足地鱼市，都是名列前茅的。可见基隆的庙口夜市算是相当的厉害，可以跟这些我们台湾人趋之若鹜，想要去游玩的一些地方是名列的一样厉害哦。泰勒杂志呢，它是出于英国的一个国际时尚潮流泰勒杂志，报道的东西都是一些比较社会时事啊，所锁定的人呢，其实也是一些英国的中阶或是中上阶层的人，比较关心社会潮流时事的人，所以这本杂志的公信力是相当高的，可以被列上去，一定是有相当厉害的地方。今天呢，也不只是我来逛，我特别请到了我两位的好朋友，本来要跟我一起跳啊，下午练很久，刚刚不敢呐。这位呢，其实是在基隆住了多久？5年。真假？干住这么久？跟这位是读了四年的大学，就由他带我去看一下这个《泰勒》杂志的票选全世界前20大市集有多厉害 ，Go！用了到底用了？看要不要先吃大肠圈？第一家啊，就第一家。对啊，在地的第一间推荐我们来吃这个大肠圈，好像真的蛮有名的，我也有听他讲过。我刚跟老板娘说，好吃的都给我，然后他现在给我了糯米肠跟这个萝卜，啊，大肠圈呢？这个叫大肠圈啊？哦，是不是这个？我自己不成才，大肠圈没有大肠。这是大肠。不错，这么粗的糯米肠我还没看过，这么粗的大肠。不怕很多，太好吃了。萝卜很烂，这是吉古拉。吉古拉跟德古拉有关系吗？吉古拉顾名思义就是吉古拉。吉古拉煮的。我跟你讲，刚刚他已经停机了，但我觉得吃了这个大肠真的很厉害。我是内脏的爱好者，像我的盲肠也被割掉了，所以我对这种肠子特别喜欢。它这肠子真的很嫩，它不像一般有些肠子，你咬会像橡皮筋一样咬不烂，或者是它太腻啊什么之类，但这个不会，它一咬之后就是相当的好咀嚼，然后腻感也不会相当的严重，就很爽。哈喽，宝良，你知道就是基隆庙口夜市有被一个国外的杂志票选东西？哎，对，哎，啊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有很开心吗？啊，客人有变多吗？没有，第三名很厉害哎。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它叫吉古拉？不扯的。哦，所以我说主人你会听不懂，像吉古拉你才懂。哦，了解。这边就是基隆夜庙口夜市一个算是灵魂的地方，电技工。它的历史故事呢，待会我再来讲。反正它这个电技工跟基隆庙口夜市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，它是一个核心啊。你看里面那一个雕像，多壮观呐！继续吃。现在我们到第二站，丰益香卤肉饭。我们一共点了卤肉饭、豆羹、笋丝跟蛋。我这个人最喜欢吃的卤肉饭是西门町的天天利，那个天天利卤肉饭真的好，因为它的瘦肉，它的瘦肉比较多。然后我现在看它这个是肥肉比较多的，我来试试看这种肥肉比较多的感觉怎么样？我是比较怕肥肉一点的。阿文吃了很爽，他又不理我了。八十八是我们的名字。虽然肥肉很多，但它不会给你很油腻的感觉。虽然讲入口即化很夸张，但其实差不多那种，你不用去咬，所以你吃下去，你会有那种很肥腻的感觉。包括它的肉羹，也不错，清淡，比较更清淡一点。它是好吃的，但没有很特别。这笋丝就不一样，这么大片的笋丝我没有看过。它很大，所以咬起来蛮爽的，然后没有什么怪味。有些笋丝如果它做法比较不好的话，有些比较偏酸或怪味，整个清甜感。请问这个饭有什么特别？它是鸭蛋。哦，不一样，不是像没有鸭蛋，它的蛋黄比较斑驳感之类的，但那个就比较绵一点。我们这个团队的食量代表，我喝这个跟汤类的都有个原则。太多了，靠妹，你的肾在哀嚎啊，同学。我就知道这样加。等一下，我这羹很多，这不能共食，我好喝那一碗。大老板娘，你知道你们庙口夜市有被杂志票选前3名的吗？
一个国外的，哎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你也知道？我知道，我有看到。那你有什么感觉？有没有很开心？刚刚出了一次。开心，感谢你们的努力。好，一定一定一定，谢谢，没问题。拜拜。到了我们这个已故在地推荐必吃的一个一口吃香肠，它的香肠都是小小的，能一口不能两口，两口就不是了哦。然后你看它那个弹幕表，满六级，它直接列到45颗，我觉得蛮屌的。get， 这个就是一口香肠，它就是瘦肉偏多。对啊，它是有点像嘟嘟好，介于嘟嘟好跟夜市烤香肠中。吃香肠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，看起来还是蛮新鲜的。这样一口分量刚刚好。你在比？这一间就是已故在地人推荐超营养三明治，也超营养。没有超营养。那是什么三明治？碳烤三明治。碳烤三明治。超有的。我真的假的？要乱来哦！这是碳烤三明治，不是超营养。这个就是三明治。我知道，实名制吗？实名制刚刚做过了。猪排火腿蛋，它有一层是肉，然后上面有一层是沙拉，一些蔬菜。我先来咬一口看看。它的上下，因为它是有，它用炭火去烤过，跟另外三明治不一样，是有酥酥的感觉。它肉感觉有特别做过处理，整个合在一起蛮搭，然后生菜那些也蛮新鲜。我跟你讲，我这家吃过这么多口味，我觉得花生还是最好吃的。真的，刚刚正餐已经吃非常多了，所以他们想吃甜点，陈家泡泡冰，这是他推荐的一个饭后甜点的一个首选。陈记的泡泡冰，他做的比较一杯可爱的感觉，好拿，这种相对比较好。一酷绿豆牛奶口味。因为它就是绵绵的感觉。因为刚刚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师傅一直在那边打？师傅啊。哎，怎么塞？不，呸呸！哎呀，他就用很久才一杯。哇，这弄完就要叭叭，然后再你搅一直搅一直搅。感想？很绵密啊。跟一般冰有什么不一样？味道很好，因为老板是一直用打的，手打。老板一直用手打。老板很累，不是老板很累。刚刚我的伙伴说，一定要吃花生的，不要吃什么绿豆牛奶，呸！要吃花生的，也不要吃什么玉米的，跟白痴一样，吃什么玉米？玉米口味到底在干什么东西啊？好吃啊！玉米拿来做甜点哦，邪恶邪教。加玉糖哦，我本来就不吃玉糖。花生真的不一样，你看，哦呦，它比较固体啊，刚刚比较湿一点。花生跟其他口味都不一样，全都不一样。真的花生的比较好吃，它是绵绵冰嘛，但花生它这样感觉比较固嘛，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它从固体变成绵的感觉。但因为这个绿豆牛奶，它一拿就已经是水的，所以你吃进去基本上就是马上就化开了，没有那个变绵的那个过程。我是不是没吃过花生？我又买了一杯新的花生给他吃啊。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花生的比较像冰啊，比较像绵绵冰，这个比较像化冰冷化。妈那个化冰，对对对，就是像这种感觉。这种花生比较好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？是不是好吃很多？好熟悉的味道，最对味。花生花片，夹心饼干，那个心，夹心饼干的心真的不一样。如果我来点，我也会点花生。推荐花生，那其他的也可以试试看。但第一次我就先吃花生是对的。对。然后我们刚刚吃完冰了，突然又想要吃一点肉，螃蟹跟对面都要加一点醋。不要怕。好了。螃蟹跟的。只有醋加了点，然后它的蟹腿其实算是蛮大的，蟹脚。好喝啊，是好喝的。我们刚刚已经吃了五样还是六样东西，咸的、甜的、热的、冰的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就是电机宫的前面。我先大概讲一下这边的一个缘由好。之前呢，这一块地方它其实是一个稻田，我讲太多有点像历史课，所以我简单的说呢，基隆这边都是一些漳州渔民。好，漳州渔民知道了哦。漳州就是大陆的一个地方，漳州渔民都是信奉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开漳圣王。那你知道客家人都信奉什么吗？三山国王。这两个历史都没有学好，小朋友记得历史要学好。那时候呢，就是有一群人把原本的电机宫迁移到基隆这一块地方，在同治年间都迁移过来。那时候还是稻田，这里的田也非常漂亮。刘铭传，大家有没有听过？有。他有来这边，还是稻田的时候来巡视，他就说：哇，这里
甜美如玉，不知道他妈为什么甜味美到跟玉一样，因为很绿啊。对，好，反正就是很漂亮的意思。其实它这里真正到了比较热闹的时候，是到了日治的时期，日治末期香火鼎盛，所以香客越来越多，有人潮就有钱潮。当有人潮的时候，摊贩就一个一个进来，然后到了中华民国接管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就自然而然重新好好规划这个地方，就变成了庙口夜市，甚至庙口夜市的名声还大过了这个电梯宫。你知道电梯宫这个东西吗？你是不是觉得它只是在庙口夜市里面的一个庙而已？错了，你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，会有庙口夜市都是因为这个宫的缘故。不帮你们上了一课，还要记得缴学费。真正比较详细的东西，你可以上网去查。然后我们刚刚走的这一条呢，都是以吃的为主。过去的 L 型的另外一边会有一些卖衣服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这边走访了一遍，的确有感觉到了能够被泰勒杂志票选为全世界前20大市集前三名的厉害。好啦，喜欢影片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好色不色，我是好色，我们下次再见 ，See you。杂志啊，有票选基隆庙口夜市成为前二。